千万不要放弃，哭没关系。现在我们就是扣，我们就是输了。不要轻敌，拿下，复制我们三次胜利的模式。团结一心，没有个人，只有我们。战战兢兢，一个不小心就会被他反扑。我们可以抢到一个防守成功，我们就会每一个过程，我们其实都处于落后，大家没有因为落后而放弃，就是奋力一搏。现在是防守问题，我防一颗就会，不要急着上去。哎，那浩哥，我这个是我的教练，那他是你们一队，对，还有嘉良，你们是靶子队哦，不好意思。对，天原来也就安排在家里发呆一下，就休息。没想到要打篮球。金包。学长们今天聚集是要来海淀红山的吗？没有没有没有，红山这次很强哎。第二季的那个乐乐棒开始的时候，兄 A 就一直都陪着我们，然后到了第三季，今天乐乐棒就由他来组织所有人，然后对第三季，对啊，应该是蛮轻松的，嗯，就毕竟他们没有打过，我们有打过的，比较多知道在干嘛，对，有概念。今天我们就要把我们的东西交给他们。本来就是内行。哦，刚刚呢，李明昌打出很厉害的全垒打。打得很好，好怀念大家的那个练习的人生哦。